争议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大家好，我是小 Z。 我们常听到母子连心这样的形容，代表母亲跟孩子之间有着科学无法解释的连结，让这样的亲情多了一层神秘且温暖的面纱。像是之前我们讲过的张鹤龄密室杀人案，死者母亲早早就透露女儿托梦所传递的杀人情节，而这回案件的生母又感应到什么呢？接着就跟着老 Z 回到案发那一天，母亲找媒体哭诉，爱女恩恩失踪托梦，全身是血痛哭，妈妈你为何不要我？报警求援四处碰壁，前夫却避不见面，山区挖出骨骸，惊爆不止一条人命，到底怎么回事？来看这起江文吉虐杀骨肉案。时间回到2013年5月11日，新北市一名悲伤的母亲上了新闻，在镜头前哭诉着她跟前夫所生的女儿已经失踪了好一阵子，怀疑小朋友恐怕凶多吉少，但相关单位竟没人要积极的帮她找人，求助无门之下，她只好投诉媒体，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所以说真的希望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希望。想起失联的宝贝女儿，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一眨眼6年过去，和前夫离婚后，小朋友监护权归给父亲。几年来想看小孩都遭到拒绝。就算我做噩梦，他们还是安慰我，因为没有人要相信说，可能小孩子真的不在。我说你要听话，姑姑有空会去看你。然后他就说好，这是最后一次跟他通到电话。事后我不管打给我哥还是打给我哥后面这个老婆。永远都是说恩恩在洗澡，恩恩在上课，恩恩在厕所，恩恩在吃饭，就是我都一直没有办法跟恩恩接到电话。哽咽心疼，试图用脸书联系哥哥的现任妻子，但是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母亲和姑姑焦急不已，担心女童凶多吉少，希望透过媒体协寻，让她能平安回家。小女童恩恩算一算已经10岁，3年前早该进入小学就读，教育局却没有就学记录。相关单位请警方进行了解，这才发现恩恩已经消失，而关键的生父江文吉坐过牢，遭到通缉，户籍地也早就人去楼空。10年前生下女儿之后，因为家暴离婚，女儿判给前夫，交给小姑抚养。最后一次见到女儿已经是6年前，当时女儿只有4岁，身上带有淤青。之后前夫再娶，后来又遭到通缉，音讯全无。直到去年9月，警察上门告知，早该念小学的女儿根本没有就学记录，失踪至少5年。我婆婆去卜卦，有提到4个字啊，阳寿已尽。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说，我前夫赶快出面，他继母出面给我个交代。你还有时间打扮的花枝招展，在玩脸书，我的小孩呢在哪里？婆婆跟小姑已经5年没有见到小孩，担心女儿遭遇不测，生母跑遍警察局、户政、家父单位，却因为不是监护人而受阻。我只希望说，警方你们可不可以积极一点去寻找大人，可不可以积极一点去寻找他继母出来，给我一个交代。恩恩的失踪案，即便上了媒体，还是石沉大海。又过了1年半的时间，2014年11月20日，各大媒体再度大篇幅报道，传来的却是恩恩的死讯，凶手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为什么要杀女儿？你会不会太狠心了？怎么下得了手？才几岁而已，是不是还把儿子卖掉了？说话啊！敢动手不敢说吗？头戴安全帽被警方借题询问的江姓男子，就是涉嫌将5岁女儿杀害后弃尸的狠心爸爸。而同时间被警方约谈到案的是江姓男子再婚的叶姓女子，警方怀疑对于整起杀人弃尸案，他有可能知情。在家里，然后因一些细故，然后一时就动手，然后太过于大力还是怎么，叫小孩子倒下去，然后就死了这样。根据警方调查，民国92年女童出生之后，隔年两人离婚，女童归父亲抚养。不过在96年7月，女童就遭到杀害，而一直到了99年，江姓男子因案遭到通缉，到了103年，也就是今年8月才落网。不过仍然坚持不愿说出女儿的下落，一直到11月20号才坦诚失手杀了女儿。
狡猾的江文吉一直将女儿失踪的真相藏在心底长达七年之久，即便落网了还是不肯老实。但这回他碰上了一名细心的检察官，跟他周旋了三个多月，才终于让他卸下心防。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就是耐心的去跟他讲，然后他才后面才讲什么。我们这种耐心的再跟他询问，谢谢。这回承办杀女案碰上狡猾嫌犯，无毒提讯终于突破心防。由于嫌犯供称经济状况不好，常带女儿搬家，检察官灵机一动，带他到新店和土城查访租屋处，却发现有些地址根本没门牌，明显说谎。检察官再次侦讯，态度转趋严厉，还拿出香烟和槟榔卸下嫌犯心防，坦称七年前杀了女儿，也把儿子卖了。他在侦讯的过程，其实他的态度是温和的，但是温和中是非常非常的严肃，他往往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会发现到更多的事证。恩恩死讯曝光后，最难过的莫过于妈妈跟姑姑了，因为他们找了七年的时间，一直想相信人还活着，或者是把孩子送人养了，饱受身心折磨的结果居然是如此悲剧。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很不负责任啊，他就是在我有记忆以来，就是他就是会那种偷窃之类的，怎么可能？他是个生命呢，他是人呢，他不是蟑螂吗？你真的说炸就炸。小恩恩出生后就给阿公阿嬷和姑姑带大，因为从小父母离异，姑姑对他更加疼惜，视如己出。照片里小侄女睡得香甜，他按下快门，对他说要快快长大。但万万想不到，把恩恩养到四岁之后被哥哥带走，音讯全无。然后我每次打电话给我哥，我都问他说小孩呢，在厕所，在洗澡，在吃饭，在上课，就是都一直没有办法跟他通到电话。今年三月，江姓嫌犯当时就读国小一年级的长子跟老师说，阿嬷把姐姐关在神桌下活活饿死，老师通报社会局查访却没有发现异状。他不喜欢小孩子吵吵闹闹，就小孩子在哭啊，对，他会比较没有耐心。很活泼，他站着很活泼，因为可能是因真正是伤过紧的款，太顽皮了。他爸们都有在找啊，还有去问神啊，求神问卜啊，大概是都不在这个世上这样。妈妈跟姑姑求助无门，连神明都没给他们希望。直到前几年清明节，妈妈在梦中终于见到了女儿，却是一段难以抹灭的恐怖噩梦。说妹妹失踪前四个月，我就梦到妹妹全身是血，问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可是我真的没有不要她，我是真的我找不到她。他们家人不准我去看小孩子，我只能躲在巷口偷看我的女儿，坐在家里一楼大厅地板上玩耍，你们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十年前因为前夫外遇，两人决定离婚，在夫家强力要求下才将监护权让出来，没想到从此失去联络，直到七年前跟前夫打官司，在法庭外终于见到女儿，第一次听见女儿喊了一声妈妈，让她好感动，但没想到竟然也是最后一次。开完庭难得可以带恩恩回家，洗澡却发现大腿上有明显淤青，恩恩说爸爸都是用拖把帮他洗澡，全家人惊觉不对劲，但前夫早就人去楼空。第一次听到妹妹叫妈妈，可是也是最后一次。我跟我的姐妹跑过好几个地方，他们讲的过程真的都是一样的，致命伤在头部，年纪在五岁，他没有穿衣服，他又冷又饿。你知道这些话听到我心里会怎么想？今天新闻上报道出来，他也承认他打了妹妹的头，年纪也是五岁。狠心杀害才四岁的亲生女儿，江姓嫌犯被借题重回埋尸地点，一旁警方还准备好冥纸要烧给无辜枉死的小妹妹恩恩。这种时候杀死女儿的，你怎么下得了手啊？你为什么狠心啊？OK了。很负不发一语，检察官亲自带队，还调来挖土机。嫌犯供称，女儿杀害后塞进行李箱，带到土城山区埋尸。一早疑似挖到衣服，但开挖地点却又再度扩大。打从江文吉认罪，检警就立刻请人到弃尸现场开挖，连挖了两天，却都没有重要进展。检察官的表情越来越沉重。
由于江文吉城府很深，被怀疑是不是根本没说实话。江姓嫌犯表情木然，从头到尾坚称就是把女儿埋在这儿，一路下跪寡不威，口中念念有词，就是希望女儿赶快出现，但似乎没有全部吐实，因为一早几乎没有突破性进展。摄像头旁吐实松动，这就是江姓犯嫌非常笃定向检方说他狠心杀害四岁女儿之后所埋设的地方，但是经过一早开挖一无所获，他甚至一度双膝下跪，希望能够有所进展，但是还是挖不到东西，难道他又说谎了吗？前一天，检警在现场开挖，挖到疑似遗骨，初步怀疑非人类，但也送验。21号，检察官再度带队，但找到了衣物和骨骸，同样非女童所有。你把小孩子藏在哪里？你难道对恩为什么要对恩恩下这么重的手？那另外一个儿子呢？江姓男子和前妻生下女儿恩恩，离婚后将女儿杀害，和现任妻子生下的小儿子至今也下落不明。江姓嫌犯除了杀害亲生女儿，还向警方供称，当时因为经济状况太差，养不起小孩，在公园以几万块就把二儿子卖掉。警方正全力追查男童下落，但也不排除嫌犯全都在说谎。话虽如此，江文吉仍坚称女儿就是埋在这里。开挖进度到了第三天下午，终于在50公尺的山坡下发现了关键证物，就是他用来弃尸的蓝色行李箱，以及附近20公尺处有疑似恩恩的头盖骨。在妇幼队长陪伴下，恩恩的生母重回江姓嫌犯埋尸地点，于礼拜六下午有了重大进展。如果今天没有他们，我不会找到我女儿在哪里。然后到时候有女警搀扶，寻获行李箱以及人体骨骸，宝贝女儿总算是找到了，最后的一丝希望就此破灭。现场检警也燃烧起纸钱，希望小妹妹一路好走。坐在床边手舞足蹈，这是江姓嫌犯的大儿子；躺在床上动动小手小脚的，则是叶姓妻子，趁着他入监服刑跟外遇对象生下的小孩。他们可能都不晓得口中的爸爸是个狠心人。爸爸。江文吉的婚姻生活非常复杂，他在2003年恩恩诞生的时候就已经跟叶女暗通款曲，离婚后在2007年杀害恩恩，隔年就跟叶女陆续生下2名儿子。他变成没钱养小孩，把7个月大的小儿子以10万块钱的代价在公园卖给了陌生人。后来江文吉入监，叶女又跟外遇对象生下了2个女儿，其中一个也过户让人领养。是啊，有带来上班吗？带去，对，去那边看过。他有带几个小孩子来？他总共两个小孩子，我看过这两个，一男一女。哪个是她老公？我真的不晓得啦。为什么？因为常常会有人来找她。不是，他们会买酒啊。叶姓女子交友状况复杂，先生杀了亲生女儿，又卖又出养2个小孩，她可能全然不知情吗？检方已经将她列为嫌疑人，限制住居。江姓嫌犯供称，因为恩恩尿床，他才会失手打死人，最后用行李箱载运尸体。依照口供内容，涉犯了过失致死罪。目前因为他案服刑中，但恩恩的继母可能完全不知情吗？检方讯问后，认为他可能目击施暴过程，将他列为嫌疑人，限制住居。但除了可怜的恩恩，同父异母的弟弟小汉，目前也是下落不明。江贤供称，当时因为没钱养小孩，在公园内以10万块卖给了陌生人，这有可能吗？小汉的生母则说，诈欺案服刑后出狱就没看到小孩，不知道被先生带到哪了。叶女跟江文吉互相推脱，让小汉的生死下落变得更加诡异，简直就像恩恩事件的翻版。两个人之中一定至少有一个人在说谎。此时有个关键爆料，说他曾经见过江文吉凶狠殴打小汉，甚至一度打到没有呼吸心跳。2008年，江姓女子发现江姓父子三人都睡车上，因为同情心把房子借给他们住，没想到却亲眼目睹江男吸毒后殴打小儿子，已经没有气息。他大喊快送医，嫌犯居然冷静，把儿子带到浴室冲冷水 ，CPR 急救才恢复心跳。他却冷冷地说：“不用担心，我家小孩的命都很硬。”江姓女子从此再没看到孩子。
只有江南写下两张感谢字条，谢谢女子好心收留，即使无怨无悔赔上一条命，也还不清所欠的情，还自称是粗人，看似诚心诚意，却从此失去联络。张女担心孩子可能已经遇害，有一些犯自白不能当作唯一证据，仅仅现在希望能找出更多迹证才能将他定罪，而失踪的小儿子恐怕还需要更多关键线索。杀女案至今已经第五天，案情仍未明朗，办案人员特地来到龙山寺祭拜，祈求全案能够早日水落石出。案件曝光的一个月后，山区挖出的骨骸 DNA 比对终于出炉，结果并不是恩恩的骨骸，让外界大感震惊。在没有尸体的情况下，只凭他的犯罪自白能够起诉江文吉吗？而小汉呢，依旧没有下落。检警发现江姓嫌犯指认的埋尸地点其实是一个猫狗乱葬缸，下大雨的时候土石常会被冲下边坡，虽然江姓嫌犯供称用行李箱再运恩恩遗体再挖浅洞埋尸，但经过这么多年，尸体很有可能被野狗挖出来啃食，再被大雨冲下山坡。唯一的证据就只有被告的自白，被告是否翻供，法院要依被告的自白去定他有罪是有他的疑虑。最后经过两年的调查，2016年9月，检察官才终于起诉，最后证实小汉当年真的是被江文吉给活活打死，他把尸体用塑胶袋装起来放在床底下，但疑似被房东误以为是垃圾，不小心丢了。河南江文吉不止打死女儿，自己也惨遭毒手。凶嫌坦承，2007年打死尿床的女儿，隔年9月，自己哭闹不听，他失手又打死人，尸体藏在床底。2014年案件曝光后，他谎称缺钱卖了自己。今年8月，杀女儿案，高院判刑8年；杀次子案，检察官依照伤害儿童致死罪起诉。后来江文吉杀死恩恩案，因为符合自首，获判8年定谳。而小汉案也因为符合自首，高院判刑10年6个月。而继母叶女呢，一审她被遗弃尸体罪判刑6个月，但上诉高院后获判无罪确定，证明当时她并没有参与弃尸。而小汉案的时候，也因为她入狱服刑，不晓得已经被枕边人活活打死。户政单位、社会局，然后还有一些派出所，他们都不理我。然后我电话打了，他们也说，因为我不是监护人，所以没有办法帮我处理这个案件。所有的单位都叫我等，每个人都叫我等，不管是妇幼队，还是少年队，不管是什么单位，全部都叫我等。我只跟他说，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你知道我妈下班躲在家里哭，你知道吗？我妹妹打来哭，我哥哥他们都打，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而恩恩虽然身处高风险家庭，教育局和社会局却因为找不到有监护权的生父，无法将恩恩列入失踪人口，恐怕也是无法阻止悲剧发生的原因。恩恩生母悲伤控诉公部门，相关单位或许也要检讨冰冷的制度是不是能让他多点温度。恩恩跟小汉事件震撼社会，2015年检察院通过调查发现，新北市政府、台北市警察局以及卫福部未善尽协寻及联系，此案高风险通报7次，竟然只处理1次。双北市警局也没有成立失踪案，导致儿童保护系统出现了漏洞，三个单位都遭到监察院纠正。我昨天亲自到妇幼队，我被挡在门口，他不让我进去。我要求你出来跟我说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只跟我讲句，你回去等我们的消息。我人已经在妇幼队下面，我等了几个小时，没有人理我。你们知道说你们保护犯人的人权，我今天是被害者，我是被害者的妈妈，你们谁理过我？被害家属的相关权益一直是遭司法忽略的那一块，恩事件更是凸显制度僵化会来不及挽回每一条小生命。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欢迎有想法的小伙伴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我是老Z，我们下集见。